还是在找到第，还是找回传还是二吗？还是二，所以你要怎么办呢？就是找到的那个字的位置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再加上什么？它的长度，它的长度二，所以二再加二，四，就是从第四个字开始找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哈，它就从我们就是 index 是四的话是零一二三。啊，零一二三，那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地方这个字开始找，好，从这边开始切掉了，对不对哈？切掉之后的话，继续找，找到之后的话呢，再继续找，哈，所以呢，最后会得到的就这个结果，分别只有第一次会出现这个标的啊，之后就没有，所以找，它是分别的，找到再来下一个就是八、十四、二十五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把这个结果输出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是这样。那如果说呢找不到的话，比如说我今天呢再run一次，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，哎，如果这个字串不在这里面的话，比如说我输入这个字串是 R R R Y 好了，比如这个应该是没有，按 Enter 要出现什么字源不在字串中，那什么状况会跳到这里呢？基本上就是我跑这个回圈，然后。到这边好，翻译者，如果说翻译者条件如果要跳到这里的话，就是翻译者里面的话等于零，也就什么都没找到的话，那就跳到这里来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哈，就主要非常简单，第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把资料读进来，第二个是说怎么去查，而且查可以继续查。OK， 好，大概程式是这样子哈。这边其实可以，我的习惯是。我看再加一个大括弧，因为有的习惯就是 OK， 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这个地方是去查，那如果什么都没查到的话，翻译者等于零，那就是字源不在字串中。哦，大概可以分成这几个区块。好，等一下的话再提供给各位哈，参考一下。不过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，其实这一题很奇怪，因为我也大概看了一下，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你会发现哦，它这个地方哦，我怎么算都应该是三八十四二十五，可是它这边出来怎么会是第三个字嘛？那应该是再来是什么？第八个字才对，好，然后再来应该是第十四个字、二十五个字。可是这个地方奇怪，它就是出现的是第一个是三没错，可是后面的话，就是不对位置，哦，所以这一题这个部分我们再看一下，基本上应该用我这个方式应该是 OK 啦。那至于细节部分，我想各位再看一下哈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画面提供给各位参考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